会弹吉他，这明明是电子琴，为什么你总是在拨动我的心弦呢？羞涩可爱。大早晨干啥哩？啊？你干啥？打雷呢？呀，小姐姐，你是不是有糊涂？啊？我有你吗？你是闻过还是舔过呀？因为我感觉你像狐狸一样迷人。你不会聊就不要瞎聊。不好意思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还戳到你痛处。我发现你现在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了。咋？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，嗯啊哦哎咋？真是够够的，瞅啥呀？一个字儿让人舒服呀。奶。哎呀，老妹儿来打球来了。啊！妹夫也来了！好看。给你介绍的那个大长腿的闺蜜聊得怎么样了？聊得挺好，就是她跟我聊天我有点看不懂。你看啊，我说美女你好，朋友介绍的。你听她咋说的？你听她，嗯，我早就不干了。这啥意思？你看你长得那个逼，好像上单，俺老孙就擦。哦，不可造次。等等，你搁那给我吹呼你妈。儿操！哎呀妈！之前老有人说我很娘，我就不知道我哪儿娘了。看见没有，猛男！嘿，玲玲，为什么你的段子拍得那么搞笑呢？如果唔系因为穷，如果唔系因为冇钱，如果唔系因为生活所迫，边个愿意搞到自己一身才华？哎呦你妈！我靠，美啊！美女，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跟你有啥关系？男的女的，滚！放屁啊！是个五样最不安稳，要跟我猫皮一样。你看你干的啥嘛？咋不上岗？我还不是选你啊，你平时还不是用屁蹦我，你忘了？我拉个屁，你在弄菜呢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几十岁了，你没感觉吗？我是服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了哈。大部分晚上都跟猫一样。你听我解释，是咋的了？哎呀，我怀疑他外面有人了，生气给我关外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两口子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你这样人能不生气吗？快好好哄哄。我知道错了，就不进去了。哎呀，我来吧。我，你老公走了，快开门。啊、王哥呢？啊，快好好哄哄吧。谢谢。还是王哥好使，帮了我这么大的忙。啊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发病屋的，呀，张女人。这鞋怎么有点没了？行，走吧，师傅。这我知道，我干净，你不用夸了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。啊，别下来，不用松，不用松。我操，无情！哎呀，丽来了，几天不见又好看了，身材又好了。来，送你条裤子，拿去穿，你穿绝对好看。哎呀，太好看了。你瞅啥？你能穿呢？啥我不能穿呀、啊？你能穿吗？哎，我就喜欢看丽，绝对好看。打他！所谓富贵险中求。面对疾风吧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。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呀，老公回来了。
放手啊，生气咋咋的了？你说你洗澡就洗澡呗，我给你发视频你接啥呀？你看那我洗澡看你打来的视频又不是外人，我就接了呗，那谁知道你跟你兄弟在一块儿的、哦、这位好，啥都看见了。哎呦我的妈啊！赶着都想速度与激情，走到黄色发亮点，突然的急刹急走，偶尔跑我这头三四千，油门踩的熊熊，四个轮胎都飞。这玩意儿咋整啊？不搞定，你能快点吗？我着急取钱。我催啥呀？我还着急返钱呢。那你把你这个钱给我不就妥了吗？嗯，对啊。嗯，你看。谢谢。谢谢。你知道谁最爱你吗？对。谁最关心你、啊、你。我是谁啊？我老婆。那你不对我好点儿吗？楼下西域八折，干好的。那个陪我前妻吃口饭。我的。世界上除了美人鱼是用人和动物组成的雌鱼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雌鱼也是这样组成的？狼人吗？不对，那是啥？是你呀、啊、单身狗。哎呀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回来晚了怎么办？嗯，哎，那我还可以再出去玩会呀、啊、嗯，这个时间还可以，反正横竖都是赚1000块。嗯，又进账1000。嘿嘿嘿嘿，没有长得好看，你个低、啊、你拉他，你个低，你粗鲁，你就是这么低，没有女人味儿。你说这些我都能改，但你一辈子都这么低。这就是久违的小慧儿，慧儿，给用那儿，就剩一个，哼。你咋不给我吃呢？不是我媳妇儿，不是你看看你，你这脾气这么酸性呢，媳妇儿，你得改个呀，媳妇儿，滚，媳妇儿，别老闹，媳妇儿，你看看你，媳妇儿，慧儿啊，我哄哄眼，你把碗刷了啊。啊，好，行，你哄哄他吧。啊。到手了，你那牛逼劲儿呢？一天呜呜喳喳的，你不高冷吗？以后谁洗衣做饭还牛逼不？买年货的吧，红宇。哎呦我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瞎呀，这老大爹你撞我身上，有没有纸兜里？有没有？我没有纸，哥，咋办呢？真服了，你今天给我舔了，别不舔完别想走啊！不是哥，这我来吧。我来吧，我妈妈不行，我来，我来吧，我来，别跟我抢，我来。叫爸爸。嗯。叫爸爸。嗯嗯。不叫是吧？我叫了。叫爸爸。嗯。身边这个老娘们呢，是我姐夫。这个妇女啊。姐夫，往小点介绍。这个胎盘呢，是我小姐夫，小姑娘啊。这个我小姨子是小姑娘，哎呀，这不是刚离完婚吗？姐夫，你这处对象就得跟实实在在的，你要感觉行呢，你俩就过。反正他没班儿，没有工作，带个孩子，欠30来万欺负，行吗？行，这都行啊。行，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吧？
好吃吗？思思，多吃点啊，这个鱼好吃啊。嗯，不谢。嗯。啊？怎么了，媳妇？啊？嗯，吃。我每个都会夹的。嗯，吃。有问题啊？嗯，好啊。装鞋的盒子是什么？鞋盒。装戒指的呢？礼品盒。那装你和我的呢？我也喝了。Thank you. Are you okay? 所谓富贵险中求。来吧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我现在被打劫的，这是劫匪大哥，来看看后面走。喜欢大哥的点点关注啊，点点红心，我现在视频都没啥流了，快点记得点，给大哥。